啊，非常感谢我们八德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对于我的支持，让我这次能够在12月5号啊当天以高票的这个蝉联成功哈。啊，虽然是铜锣见血，但是我还是秉持着过去啊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耕耘。啊，这次的一个当选之后，也是我再度责任的一个加重。未来我在这个4年当中，我会更加的努力，为八德市所有的一切建设来努力。当然，八德市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连外道路，像我们的广湖路能到中立市，或是我们的新生路能到我们的平镇市等等，这些道路未来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以现阶段的这个大街小的状况，希望都能够呈现一样的大条的马路，能够跟啊其他乡镇市来连结，让桃园县能够在桃园的一个四个乡镇市里面，桃园市、中立市、跟平镇市、跟八德市，大家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大都会，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地方。